好，我是妮娜。今天呢，欢迎到两位料理之王的选手厌世小编资俊。嗨，大家好。对，我就是节目中点最臭的那位，谢谢。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料理界的高尔轩浩轩。嗨。哎，有人很多人说你长得像高尔轩吗？有哎，但是都说我长得比较胖一点。哎，今天我们两位选手呢，就是要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料理万里蟹，还有贡寮包。好，那我先问一下资俊，你今天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做一个比较特别的酱汁，因为一般做那个鲍鱼的时候，好像都是什么五味酱比较多吧。可是我想要做一个自己创意的五味酱，然后我现在就是把壳和肉和内脏就是分开，因为我是一个有点怕怕的啦。对，我想说先把它分开好，然后分开之后要再刷洗。我这边有先刷一颗，他们其实差蛮多的，刚刚出来对，然后壳也要再刷过，反正它就是旁边黑黑的，这边都要再刷过。我自己会刷。一般吃鲍鱼都会刷吗？还是不一定？我妈跟我说要刷。好，那我们现在来到浩轩这边啊，因为今天的话我是用花蟹，那刚好现在是这个万里蟹的季节，秋天，菠菜泥去做一个沙拉酱，跟花蟹做一个搭配，这样不要让它太强味，不要盖过去，这样清蒸是最好的，吃它的味道。提示音响起了，各位，等一下我说出题目，然后三二一你们就举手，看谁比较快。OK， 请问万里蟹为什么叫万里蟹？三二一，哇！他好像仙欸，他是不是仙？你只是气势惊人，但他好像举比较快。好，不好意思啊，那这一题就由我们浩轩来回答一下。因为他是从万里渔港那边抓回来的螃蟹。哦。对，那一般会有花蟹、三点蟹跟石蟹。哦，很棒，答对了。台湾有80%以上的海蟹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新北市万里区。这个万里蟹最大的产地就是来自西北渔场。西北渔场是哪里呢？就是我们新北市富贵角的外海，东经120度40分以东，北纬26度以南的这片海域。那这片海域呢，因为它有深达靠近100公尺那种沙质海底，然后在这个秋冬的时候呢，青潮跟黑潮会在附近汇集，所以会盛产各式各样的海蟹。现在先烫这个菠菜，它是一个定色的作用，就是让它的绿可以维持在这个颜色，同时就是软化它，那到时候我们打才会有办法打得细。然后你刚才已经把那个螃蟹先放下去蒸了。对，螃蟹先蒸，身体的话我们会先蒸7分钟。然后再把蟹壳放下去，再蒸2分钟。现在准备要把那个菠菜给沥干啦。对，它现在已经泡冰的话，它的颜色就会定在这个绿色。哦，真的也好绿哦。对，一般我们做青酱或者是做什么这种绿色的酱，都是用这种的方式去做。哦，在1分钟以内要用这个夹子来夹你们的食材，好不好？不可以动手，不管你进行到哪里，你现在继续动作，你就是得用这个。对，我完全不能用手吗？对，不行。我连盖子都不行吗？你试着用这个嘛，反正你现在进度超前，对不对？很好，很好，哦，很棒，很棒，蛮好笑的，轻轻松松啦。哎，你这只手扶着的要用这个？哦，真的假的？对呀。好了，哥，那你来帮我用好了啦。你试着努力看看嘛。我现在要发火了，时间到。你这个，刚才你自己来用看看。继续手边的动作。好的，隔壁的可以安静一点。太差了，来进行访问。气死了！不要气。请不过果汁机声量可以调小一点吗？好，现在就是进行打这个酱料的部分，对吧？对。哎，现在加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柚子胡椒口味的芥末。你们要一边做料理，然后一边唱出你的哪首歌。I don't wanna leave you. 真的不会唱。啊，你手不可以动一下。等一下，我先把我的螃蟹壳放进去。没有，你等我30秒。一边唱一边做这件事情啊。哦，我们这个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分心，好不好？昨天不是才去唱歌吗？表示你是喜欢唱歌的人。那喜欢哪个明星？帮他就是找一个歌路。喜欢那个社畜时代的妮娜。哎，你不要这样讲，我真的有出过单曲的人哦。不行啦，你赶快自己想一首啦。哥哥爸爸真伟大，命运，命运什么？我真的是走我家吗？干冰先喷下去。我干冰先喷下去。微波。那我现在会切这个面包的话，待会是搭配它那个沙拉底下的。哎，快点，我们大家一起。
举大张，这样他就不害羞。张兵笑哈哈，笑哈哈，换你啊！希望你可以表现比他好。好运来嘞！等等等等，油不要喷好不好？不要甩。然后再来就是巴拉兵巴拉蹦蹦蹦。对，很棒，优秀。那个下一届森林之王要找我去吗？好，如果好，全场静默。现在正在看的话，螃蟹味道非常的香哦。接下来使用单手三分钟做料理，可以想你有什么后面的步骤可以单手，你就可以先把这拿到前面来做啊，对不对？他现在没办法挖，哎，试试看嘛，搞不好可以呀、啊。不要停在这边，有三分钟好不好？我没有停，我没有停，不要尴尬在这里。我把它放回去。你很烂哎、欸。没事的，没事的，我相信真的挖不出来。现在不服输的浩轩，哦，可以可以，你看你做得到的嘛 ，You can do it。这个万里蟹呢，其实全年都是有产的，那只是特别在九月到十二月这个期间，它的产量是最稳定的，然后品质也最高，所以才会有秋蟹之称。怎么样？哎，没有人做反应，我就继续。很好，很好，很好。哎，单手拍手啊！刚才不是现在已经。今天的另一个主角贡寮包呢，也是因为是全台只有在这个贡寮的海域才能产出比国外很多其他国家还要肥美的鲍鱼，所以它才叫贡寮包。好，安全没事。好，时间到了，太棒了。时间到了，那我讲完最后一句。现在这个万里蟹跟贡寮包上网都订得到，还可以直接宅配到你家。这道菜我是听那个伍佰歌才想到的，因为最近就是可喜可贺啦，好不容易就是脱离了母胎单身。哦，所以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料理。没有没有，就是从歌词啊，抽乱爱生根根蒂。对啊，搞 John Kibby 哦，他长得比我还要凶哦，小心一点。真的，所以他也是种厌世风格。对对对，这道菜该不会是你默默的想要献给他的，没有要献给他，只是我喜欢吃而已。你真的很不浪漫，那你到底提他干嘛？我都帮了，给你台阶了，你还他给我这个想法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是我喜欢吃的，我喜欢吃，他也要给我喜欢吃。哎哎，一边拼拼图一边做料理，三二一，开始，来来动作动作。我在摸他的，你就只是摸他的螯而已，你根本没在干嘛。我在看他的纹理，戳他戳他。不行不行，你还要回来做一下菜。还有顺纹跟逆纹，我在看它的那个纹路。哎，一边弄食材，我快摸出来了，快摸出来了。什么快摸出来？不行，你不可以这样作弊。你看他隔壁有一边磨姜哦，虽然哪有，我有，你不要在那边哦。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拼完，我要检查这个姜有磨出来多少哦。诀窍就是先把四边的角对好啊，阿呆阿呆。好了，我好了。哦，直径胜出了，不好意思 ，sorry。有女朋友的状态啊，你这样子吃螃蟹，你会帮他这样挑吗？没有人要吃我挑的螃蟹、啊。有女朋友的时候就没有钱了，没钱吃螃蟹。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嚣张了，我好不容易我好不容易可以嚣张，那你就叫你的那个帮你介绍一个，哎，怎么他有在玩音乐，然后他就叫 DJ 胖子，大家好，我是 DJ 胖子，走到路上感觉很像刚被关出来的。你喜欢怎样的女生？单身太久，现在先是女生就好了。不行，你这么帅，然后你说是女生就好，报名的人这样排到好几十页之后怎么办？这样我才有比较多人可以挑啊。哇，你很贪心哎，你这个宁滥勿缺的男人。要爱吃，爱吃，懂吃，对，然后是女生。然后再来就没有啊，本来就是对不对？这种相处的感觉啊，再来就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对不对？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呢？要把它组装起来。你好了吗？还没啦，我快好了啦。你们很奇怪耶。哎，他其实人蛮好的。对啊，我真的是。没事，我跟你讲啊，怎么是又有任务了？是不是？要请你们模仿名人或者是艺人，因为我们刚才是从……哎，我第一个结束了。他不是都怎么样吗？我真的是不问你们，不要再有啦，有可以有，你刚刚有模仿到精髓啦。那这样对一个啦，我可以啊，因为以你们这个包，你不会随我包的布。哎，你俩要不要试试看这个酱？我的酱已经做好了。第二个 Peter， 我吗？好。好啦，还算有像吧，还算有像。Peter 都在洗碗。啊、不然你模仿 DJ 胖子，因为他是 DJ， 他也算是个名人。那你模仿他就是在那个 DJ
J 的时候的样子。他都这样啊，他都这样。嗯，他都这样。有像吗？他其实不是饶舌歌手，他是专门做 DJ 的那种。哦，好好。Beat 做 B， 做 B。对不起。哎、欸，这个是什么？这是麻油吗？我很喜欢你，很像哎、欸。我不喜欢吃麻油。没有，还是我很喜欢吃。现在是不是两位都已经进入到收尾的部分了呢？差不多了吧。现在已经在装饰了，这边也是一样，没有什么装饰啊。加入你的特质的，我就是直接降临上去，这次还能什么装饰？好了，你已经结束了。好，浩轩这边完成了，你也摆盘好，那你也来。讲是这样讲，但我自己觉得蛮好吃的啦。那我立刻来试试看浩轩的这个万里蟹料理，好吃咯。嗯，可以耶，好好吃啊。那它的基底的话是用菠菜跟那个美乃滋去做的一个基底，这样。那巴西是给它一个清香的味道，然后带出这个蟹肉的甜味。我要把我的那个味蕾哦，谢谢，好贴心，加分加分加一分，加一分。好，接下来我来试试看这个知性的。他调那个酱，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一吃下去，它那个姜味就这样子扑鼻而来，酸甜的程度恰到好处。谢谢。我决定要戴头套的人就是知性。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很好吃，但我私心很想看你就是戴螃蟹头套，然后那个 DJ 小胖。2020料理之王。DJ 小胖的女友 Jollibee 自己咚咚咚咚咚咚一起呀、啊，高晓轩 ，I don't wanna be without you， 好啦，很可爱，恭喜自己获得螃蟹头套，那我们也恭喜浩轩成为今天的赢家，螃蟹来颁奖，螃蟹来颁奖，好，那就这样子啦，谢谢两位今天就是来跟我们分享这么棒料理，拜拜，要记得收看料理之王哦，料理之王有好看活动啦，加自己的料理的照片公开播上脸书 Hashtag 料理之王 challenge Hashtag 料理之王 challenge 料理之王 challenge 料理之王 challenge Hashtag 料理之王 challenge 料理之王 challenge 料理之王 challenge 就有机会抽到锅宝不粘锅六件组，锅宝不粘锅六件组咯，来跟我们一起抢礼物啦，还不赶快抽起来，大家赶快参加吧。